欢迎收看本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小金。今日，国际米兰正式发布圣诞小电影《Closer by Magic》，它讲述了蓝黑色彩所带来的魔法，如何让这个圣诞变得特别，让所有的距离都不再遥远。这支视频采用定格动画制作而成，将不同的连续的图像进行逐帧排序，打造出如电影般动态真实的特效。这项技术在最权威、最复杂的动画电影制作中也备受青睐。童话里的每一个角色都是用橡皮泥手工制作而成，讲述了一位小女孩，也是一位蓝黑小球迷与她特别的雪人魔法般不可思议的友谊。雪人在穿上国际米兰圣诞毛衣后拥有了生命，球迷们可以在俱乐部官方旗舰店购买雪人同款毛衣。视频的核心主题是传递体育的热情，是这热情触发了神奇魔法，并且带来了让内拉族里凝聚的力量。视频的配乐由意大利歌手 Mizzi 作曲并演唱，这位年轻的意大利艺术家今年参加了 X Factor 的训练营，成为魔法的一部分。这是俱乐部向球迷们发出的邀请，欢迎球迷们参与到我们的圣诞活动中，去分享这份由国际米兰传递的热情，它能够冲破一切距离上的限制，凝聚人心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。